兄弟啊，别太难过了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老婆走的时候啊，我都不想活了。她呀，是带着我儿子一块儿走的。那个时候啊，我真觉得暗无天日。你说咱大老爷们儿，这么辛辛苦苦，这么玩命，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老婆和孩子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得，这一转身的功夫，家没了。我当时啊，真是一点心思都没了，不想活了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有念想，你还有闺女，你得为了你这闺女，活得像个爷们儿。他是意外还是生病？哼，都不是，出国了。所以啊，我说你比我强，你看你有多好的一个老婆，死守着你，拼了命也要给你生下来这个孩子，我多羡慕你啊，你比我幸福多了。哎，兄弟，你知道吗，我特别崇拜你这职业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就特别想有一个崇高的职业。你看，我想考警校吧，得，没考成。我想当飞行员，眼神他又不好。哎，要这么着，你带着我干得，我跟你一块搞救援去啊。哎，你这拉我干什么呀？你这个人说完了，你怎么那么没眼色？你看不出人心情不好啊？啊，人有功夫听你婆婆妈妈唠唠叨叨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就眼睁睁的看他一个人在那伤心难过吗？你是不是特闲得慌啊？你要实在闲得慌，你回你车里睡觉去。啊，不，等，站住了！怎么说话呢？何永平，你这是？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通知你，今儿这车我不给你开了。我呀，参加救援队，当志愿者去。说真的呢，当然，那你可得搞清楚啊，这志愿者可是不发工资的。你还甭瞧不起我，人这一辈子难道就为了钱活着吗？哟，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真是太奇怪了。你能不为钱吗？你还坑我200块钱呢，你不为钱你能为什么呀？给你，给你，都给你，行了吧？小肚鸡肠，磨磨唧唧，没完没了了！告诉我报名处在什么地方？后边。哎，这里面可是就200块钱是你的啊，其他的替我保管好了。那电视上说灾区天天吃方便面，连口热水都没有。咱们家就是再不富裕，那孩子也没受过这种罪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哎。老头子啊，老头子，你再赶紧看看回来了吗？我这不是一直看着呢吗？哦，老婆子，老婆子，哎，老婆子，哎，你看这是不是小鹿啊？小鹿，哎，小鹿，小鹿，哎，爷爷，奶奶。哎呦，奶奶，可回来了！哎呦，想死了！去了趟灾区，你该不会是爱上孟小璐了吧？你懂什么？这里面有我。哪有你啊？你看看后面这个。后面这个躺在担架上的就是我。你也真够亏的，苦也吃了，命都差点搭上，可出名上报的却是人家孟小璐。对我来说，收获比出名更有价值。
你有什么收获啊？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陈大夫不在，让我帮他看着。啊？这地上不是有伤吗？正好烤手店呀。哎呦，自己开个单子就能烤，干嘛偷偷摸摸的呀？那不还得花钱吗？这又不用花钱，现在还没病人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供着走吧，快上床啊！哎，病不太好了呀？有什么不太好的呀？快点儿，把衣服脱了，把衣服脱了。哎，你别动我自己。有什么不好意思？都是医生，快点，别啰嗦。小点声。快点脱吧。哎，你可真……哎呀！干什么呢？大白天你们就……烤电呢？哎，你看他背上一大块紫。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？我以为……啊？没什么，你们继续吧。他怎么了？是。看有没有吧！哎呀，我的事情都被你毁了。啊！咱俩到底谁无辜啊？扛吧你！好好扛，就你那身排骨，谁稀罕看？哎，我是一名医生，又不是健美先生，太稀罕不稀罕。这儿，你就来吧。你在专业文工团待过，别人没有你专业。上次你带我们跳舞，得了一等奖呢。不行，我哪有那功夫？家里家外我多少事儿啊！我就半个月，耽误不了你什么时间。服装统一发，赛后又归你，那多好的事儿啊！赛完了那衣服就归我自个儿了。对呀，就归你了。就半个月。就半个月，来吧来吧，我得回去想想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停停停一停，哎，停好啊，要停好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来，这个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你们俩认识啊？哎呀，那就更好了。这是我老同学，我把他请来凑凑数。馆长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要在这儿，我就不跳了啊。老冯啊，你还是找别人吧，我干不了这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没有别人了。你找别人，没有别人。馆长，这队长我不当了。别呀，你更不能走了，更不能走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我问问你们，你们俩是不是有误会？你们俩是不是有误会？没有误会。没？那你们这？我们俩呀，没误会，只有仇恨。哎呀，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们都消消气儿啊。这样，你们看我的面子，合作一次，好不好？就一次。一次。臭美，行啊，让他跳，让他跳，在我手底下，你等着瞧，我非把他累死不行。哎呦，你能不能消停消停，让我看看电视？真是，凭什么呀？啊，让他姥姥把我挤得走了，他好偷着乐去啊？不成。要不我天天他下腰，让他晚上躺在床上他翻不过身来，疼的。再不就让他天天压腿，白天我让他疼得走不了路。再不我就让他天天耍扇子，让他耍呀耍呀耍花扇，我耍你耍得他晕头转向。行了，那跳舞是运动，是娱乐活动，你要是老这么别扭老闹气儿，你干脆别去跳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我就天天让他压腿，天天下腰，天天让他耍扇子，让他耍耍耍，让他耍得晕头转向，找不着东南西北，怎么着？所有参加救灾行动的同志们，大家辛苦了。市里对我们医院及时迅速的反应、热情工作的态度以及处理紧急伤情的优秀能力，
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，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特别是急诊的方一山、孟小璐同志，在这次事件中，他们勇敢、镇定，在几乎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，成功的挽救了一个小生命，为我们医疗工作者树立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形象，在此要给予特别的表彰。其他的就没什么了，奖金呢，你们到时候回去拿啊。现在准备了一些自助餐，大家随便吃点。我们拍照啊，拍照了，哎，求人啊，哎，不要，不要，大家，来，别忙，好吃，免费的你也不用吃这么多吧？好吃，免费的，可甜了，吃吧。只要你能吃呀，来喝点，来拿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们俩就以水代酒，干一杯。我们俩现在也算是生死之交了吧？只要干完这一杯，我们俩以前所有的恩恩怨怨全部一笔勾销，怎么样？干，来。喂，我是啊。什么？真的？啊！太好了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小山路今天脱离危险出院了，他们说他一顿就能喝70毫升的奶，是一个很健壮小 baby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为了小山路的健康，为了小山路的健康，为了小山路的幸福，为了孟小璐的勇敢，为了方一山的临危不危啊！不是临危不惧，来，干杯！还有如姐。为了如姐的伟大，为了如姐的母爱，如姐，如姐，一路走好。说半天你没记住，前面、左面、上面、右，来，再来一遍，来，前面、左、上面，扭起来，一，停，扭起来，你懂吗？那要，你行了，美什么呀？脑瓜子进水了吧？你自己扭吧。
挺厉害，你摔谁？你这是不跳拉倒，他求着你。哎呀，你们两个老姐妹呀、啊，你们差点把我心脏病气出来。好，他们家开诊所，得上他们家看去呀、啊，别到时候心脏病没治好，再把脚气给治出来。老姐姐，我求求你，咱不闹了，行不行啊？咱们怎么着也得把比赛赛完呢。我好说歹说，他已经答应了，明天你千万不能把他气走。那你看我的心情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今儿早上他让我给你的，给你孙女补补身体。拿着吧，挺好嘛。多好啊！你看，看。你夸我的手哦，回来了。哟，揉面呢？包饺子。呀，今儿吃饺子呢。嗯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我这两天正馋饺子呢。哎，小鹿啊，你姥姥给你送的啊？我姥姥给我带的。嗯。哎，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人会在文化馆打起来呢。打起来？就他那身子骨，只有我打他的份儿。奶奶，你就别闹了，你试着跟姥姥好好处一处嘛。我没那功夫。我也是巧手。奶奶。干嘛呀？这是这是我回来以后买给姥姥的，一直没时间带给他们，要不明儿你帮我捎给他们呀。我不管啊，你们俩人今儿你捎给他，明儿他捎给你的，我成什么了？你们俩有地缘呢。奶奶说不管就不管。行，明儿我自己去。哎呀，从灾区回来以后啊，我每天累得要死，到现在肩膀还疼着呢。哎呀，明儿自己再去一趟吧，还不如姥姥心疼。你不许中断治疗。行，放那儿吧啊。哼，还是奶奶好。哎呀，这馋人家！我洗洗手，帮你去啊。你夸我的手。太傻了吧你！抗震救灾孟小璐，上镜像个格格巫。滚！我上镜多好看啊！你看你胖的啊！你不胖，你看你，我多好看！我简直就是一个蓝基尼，你才像格格巫呢！你懂什么？这叫帅，这叫有型，知道吗？就这还有型啊？啊！那我就晾你死。大夫，赵副院长找你。行，我马上去啊。自己慢慢臭美吧啊。拜拜。这一张我最有型。哎，讨厌，全部照片。萍姐。哟，够有情趣的。萍姐。听说你们俩成了患难与共的战友了，一定有很多共同话题吧？不是的，我们俩就是哥们儿。哥们儿？怎么自从他认识你这个哥们儿以后，就对我越来越冷淡了？孟小璐，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他，你还这样横插一杠，你很不道德，你知道吗？萍姐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呀。你别叫我姐，我没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妹妹。哎，姐，我已经替你把钱捐给灾区了。那是我的钱，你有什么权利捐？你不是不在乎钱吗？岳尚卿一出手捐了几十万的设备，你那么点钱嚷嚷什么呀？不是，人家岳尚卿是老板，人家趁钱，我能跟人家啊？我能跟人家比吗？我？这做人吧，就是要懂得找差距，知耻而后勇，明白吗？
你就只当拿这点钱呢，洗涤一下你那肮脏的灵魂吧。报复，纯属报复。白衣天使，住！直播，退回去，腿远点，十米外。有事说事儿，发什么神经病啊？怎么了？哎，我说，你跟谭萍姐到底进行到哪一步了？什么哪一步啊？是哥们呢，你就跟我说实话。你知道吗？你脑子不清不楚的掉了，谭萍姐心里有多不安呢？是啊，是该说清楚了。当然应该说清楚了。如果你要是喜欢谭萍姐，你又不好意思说的话，我帮你说啦。用不着。这个人呢，就是太好面子了。喜欢就喜欢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喜欢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吗？方医生，有位病人家属找你。什么事儿啊？想了解患者的情况。啊。干嘛呢？医生，我等你半天了，走吧。啊？吃饭去。我订好位子了，走。丹萍，你是一个好女孩。你看，你家庭又好，又有一个好工作，肯定有大把大把的男人去追你。我觉得你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你是在跟我分手吗？我们就没有在一起过，谈什么分手呢？可是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那么久。丹萍，我对你真的没有那样的感觉。原来你跟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，就是这个。我真是傻透了。我跟你说什么了？不是你发短信说的吗？啊？喂，孟小璐，你给我下来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你家楼下呢，下来。怎么样，跟萍姐表白了吗？谁让你多管闲事的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跟萍姐吵架了吧？萍姐那么喜欢你，你们俩应该一拍即合呀。什么一拍即合呀？你怎么那么傻呀？怎么了？你们俩吵架拿我出气儿啊？我告诉你，孟小璐，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，别老给我帮倒忙，笨蛋。你以为我愿意帮你啊？我要不看我们俩是黄连之交，我才不愿意帮你呢，臭兽医！
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你说。我受不了这种折磨了。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难受，我都快疯了。妈，我想把那天晚上的真相说出来。我不想让奶奶他们一家人骂你，不想让小鹿再恨你了。你疯了吗，小雨？你怎么想出一出是一出啊？啊，妈，你知道吗？前两天小鹿去灾区，差点把命都丢了。妈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跟小鹿联系不上，你知道我有多着急，我多么害怕我失去这个妹妹吗？别激动，小雨，慢慢说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找到了这个世界上和我最亲最亲的人，我紧紧地抱住他。妈，妈，我这么爱小鹿，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小雨，不管怎么样，你绝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去。妈，小雨，妈妈什么都不在乎。妈妈在监狱里已经待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要是让小鹿知道了，妈就死在监狱里。你妹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她一旦知道了真相，那你就把他害了。妈，我不说了，妈，我什么都不说了。妈妈，那里面有什么吗？什么呀？这盘磁带是妈妈留给我们的。原来十多年前，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睡着以后，妈妈一直在哭，她跟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。不可能！真的，这真的是妈妈留给我们的。昨天叔叔让我翻东西，我偶然间找到的。不过时间太久了，中间卡住了，我听不到后面说了什么。姐，我们找一个地方把这盘磁带修好。我们把它修好。隔时间太久了，很难再修复了。师傅，您再想想办法，其他地方有没有能修的呀？现在都用盘，谁还用这个？姐，要不你去问问妈妈，那天晚上她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？这件事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妈妈肯定不记得了，而且就算她记得，也一定不愿意说。一定要把它修好。也许听完这盘磁带，就知道妈妈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要把爸爸推下阳台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我要把这盘磁带扔掉，我不想再听那天晚上的事。
姐，这是妈留给我们的，来，给我啊，给我啊。我真的不想再想起那个晚上。这里面是初恋情人留下的声音，太浪漫了，小时候的呀。知道昨天晚上我跟谭平都聊什么了吗？没兴趣。我跟他说，以后啊，你别在我身上下功夫了，我对他没感觉。你怎么这样啊？怪不得萍姐今天不理我呢，而且她眼圈还红红的，真禽兽。我是禽兽，我要是禽兽的话，你就是禽兽不如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多谢你促成这个机会给我，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。想吃点什么？我打给你。我想吃你的肉，扒你的皮，喝你的血。说真的，你说这么旧的磁带啊，这里面到底什么呀？还给我！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。哎呀，磁带是用来听的，不是用来看的。它坏了，听不了。我正想办法修理。早说呀，小 case。吹牛吧，专业的都修不了。孟小璐小姐，知道我在国外的第二职业是做什么的吗？捡破烂的。什么捡破烂的？ James Bond 是干什么的？特工。再加俩字儿。高级特工。钱包掉了。啊？就你这样的低级特工啊，我一天骗仨。嘿。喂。什么？你妈留了一盘录音带。那是他在爸爸回来之前，趁我和小鹿睡觉的时候录的。那他里边说什么呢？可能是时间太久了，很大一部分都听不清楚了。啊，那你急什么呢？哎呀，可是小鹿说他一定要把这盘磁带修好。小姨，哎呀，其实我也特矛盾，又想听到妈妈她完整的声音，又害怕听到。行了，午休时间到了啊。我要上班，再见。东西呢？小鹿找什么呢？我磁带找不到了，被方医生拿走了。他让我告诉你一声。怎么让他给拿走了？喂，你快把磁带给我还回来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拨打110了，警察半个小时就到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私自拿我东西，这是偷窃的行为。你这个人素质怎么这么差呀？这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，你丢了赔不起的。我限你半个小时给我还回来，兽医。小声点儿，现在几点？10:30。限你半小时赶到东大斜街6号，我在那儿等你。再见。喂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看你小命要磁带了，你磁带！我跟你说，我都算计好了，你管多急，你都不带打车的。你少跟我废话！我出门就有公交车，我干嘛不坐？把磁带还给我。把这个戴上。口罩。把眼睛蒙上。我带你去的地方呢，是一个神秘的地方。想要拿回你的磁带，就必须戴上口罩。你少跟我故弄玄虚！你当我白痴啊？磁带。不要算了。哎。
这什么地方啊？你怕什么？大步往前走。我害怕呀，我又看不见。你搞什么鬼呀？快走快走快走，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。这是这是什么地方？站着别动啊，不许动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动。哎，怎么样了？磁带已经修复好了，可以听了。摘了吧，都看见你偷看了。孟小璐同志，磁带呢已经完美的修复好了，记住啊，欠我一个人情。哎，以后不准再叫我低级特工了，听见了吗？知道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低级特工。干嘛蒙人家小姑娘？我就喜欢蒙她。你想，那我先去买夜宵，你在这盯着点。
事吧？哎呀，你别哭了啊！你别哭了，怎么了？你能帮我件事儿吗？啊，你说。帮我复制两盘磁带。没问题。哎，真的，你别吓唬了，我这人胆小，你不知道我小时候最怕女孩子哭了。你说你这深更半夜叽叽喳喳的，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我最爱看《聊斋》吗？啊，别哭了。小鹿，孟小璐。